原标题：额外涨。乌克兰准备再次在科赤海峡发起挑衅。中心是莫斯科。2月21日电，记者王修军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1日在莫斯科表示，乌克兰当局准备再次在科赤海峡发起挑衅。拉夫罗夫当天在会见欧洲商业协会代表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，乌当局准备通过违反科赤海峡的通行规则来挑起新一轮冲突。而且乌方还建议北约国家派遣代表上船，一起参与科赤海峡冲突。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通过社交网站表示，乌克兰当局准备发起挑衅的目的在于破坏对俄罗斯对3月底乌克兰大选的监督。据乌克兰真理报消息，此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，乌克兰船只很快将准确地通过科赤海峡，以捍卫自由通行权。他强调，届时船上可能会有欧安组织的专家以及媒体记者。2018年11月底，三艘乌克兰海军船只驶入俄罗斯临时封闭海域，并正从黑海驶向科赤海峡，随后被俄动用武器扣留。俄方称乌克兰此举属于挑衅行为，而乌方则指责俄方违反了国际法。此后俄方表示，乌当局挑衅的目的在于挑起反俄情绪，为乌总统波罗申科赢得在3月底举行的总统大选助力，同时为拒绝俄观察员监督大选找到借口。21日，乌克兰安全局发布消息称，发现了疑似俄罗斯人参与的犯罪团伙。该团伙计划破坏乌克兰总统大选。